好，来，你们右边的朋友欢呼声在哪里？左边的朋友，中间的朋友，楼下的朋友，来把麦克风交到他们的手上。我们请唐大哥，还有邀请所有的主创团队呢，都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故事的角色。首先，先跟大家所有的朋友们问候一下啦，充满青春活力的同学。所有玉达的同学，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这里，所以我要特别谢谢校长，谢谢所有的老师，当然还有谢谢所有的同学。我们这部电影10月25号会在全台湾上映，那一档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我们这部电影之外，李安导演的电影会来。那李淳是李安的儿子。所以呢，父子之争，我希望你们把票投给李淳，好不好？好啊！你要拜我们夫妻，好不好？好的，谢谢。刚才监制唐大哥有带到的，我们男主角就是李淳。但请问，在电影当中，你的角色，你的姓名是什么呢？我叫九饼，12345678999，然后饼就是。饼干的饼，哇哇哇哇！光名字就有掌声哎，九饼刚刚听到掌声了耶。那我们两位漂亮的女神，你们的角色还有姓名是什么呢？在我们看预告片之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我在《听你很久很久》里面饰演的是梁过河，然后她是一个专门照顾九饼的女生。喂，哇，幸运的人。是，那你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女生的话，是她照顾你还是李淳你要照顾她呢？我照顾她。两个女生都照顾你啊，哇！上面也听到男生也说我也要哎、欸，这个你也要，哇！那就去当个演员。所以瑞雪你在里面的角色的名字是？我在《陪你很久很久》里面饰演的是夏天，非常适合恋爱的自己。所以各位，我们这边有夏天，我们有九饼，还有薄荷，哇，其实都充满了夏日气息的一个命名啊、哦！请四位，我们就往我们这边移动一下。工作人员，三位演员也是第一次用那么大的荧幕来看到了属于正式预告的一个播放，对不对？对，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么好的话，这部电影几号上映啊？是，我们待会把主播的麦克风可能调大声一点点，大家才可能听得到他在告诉我们的一些分享。首先问问看，唐大哥哦，陪伴这一次这样子充满了青春，充满了微酸爱恋的感觉，为什么会把陪伴成为好重要的一个主轴？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自己心里喜欢的一个人，但是你们可能都不敢说，因为怕说了之后连朋友都不能做，对不对？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告诉你们该怎么办，好不好？哇，所以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答案，怎么样可以跟你喜欢的那个人有一些更好的互动，更这个 friendly 也好啦，或是很罗曼感觉的一个 romantic 的互动哦。我想问问看三位，从所谓的青梅竹马，从在校园当中穿上了制服，在戏当中让青春的岁月，今天再一次的也回到了校园玉达高职的大礼堂当中，哎，像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呢？李淳，又再次的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我是在美国长大，所以我自己不太习惯带制服，对我来说有一点被限制的感觉。对，但是，就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每天都不用挑你要穿什么，所以挺好的。是。这是另外一种感觉哦，可以在戏里面重温一下当高中生每天穿上制服上学的那种情怀。宇维这边的话呢，你也再次的回到现场，那么多的同学都来给你热情应援哦。因为我觉得其实制服啊，好像是一个长大以后会回忆的一个标记，所以制服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对，所以好像你看到每一个制服，然后都代表不同的学校，那是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这次可以回来，然后看到大家都穿着制服，然后回到一种青春的感觉，很开心。是，哎，发现到他们的颜色有呼应到我们的官方 T 耶，大家都是一种蓝天的感觉，纸飞机会飞向蓝天哦。哇，你说你想穿吗？我待会你就准备一套给你穿。我觉得蛮好看的。是哦，等一下可以给我，给你穿穿看哦。你搭配着你今天的衬衫也是一个蓝天色系哦。对，特别为你准备。哇，现在就开始撩了哦。讲撩人的话呢，瑞雪这边是最有经验，不过待会再问问看他。可是今天也回到校园。跟那么多的热情的同学一起来分享手艺的这个心情，很开心看到这么青春活泼可爱的大家，好像我也回到了高中生了。哇，对，差不多了。所以大家都会有很多属于青春的回忆，可能会从一部电影，或从一个歌，或是从一篇的文章，你都会被勾起这些可以 replay 的画面，是非常美的。那讲到画面的话，两位在刚才我们看到预告，已经有一些很精彩的桥段，都是在教室里面完成的。这些疯狂的一些举动，你们印象有没有很深刻的呢，李晨？我觉得我们最精彩的在高中的一场就是枕头战，我们开了一个枕头战，然后有很多高中生吧，高中生就是陪我们一起玩。那我那天就是负责，就是让大家拍起来，就是可以好好的开战，是撩人家活的，因为要开战的枕头战。对对对，他们有一点太冷静，所以我想要他们好好的，就是把自己彼此。对，煽风点火了。在 party 当中，如果自己的 party， 你是不是也是那种让大家嗨起来的人？不会，我就是在角落里面跟某个人聊天。哦，那种。所以电影里面跟你现实当中很不一样的一种反差，就是要表演一下。是，这就是一种表演。那请问有为他撩的那个煽风点火够带劲吗？让所有的演员们都可以融入到枕头战的情绪里面。他有那个现场。有点在挑衅同学，挑衅这两个字，这种很嗨的，就是让大家也跟着想要，好像要玩起来。结果真的，他一把这个力量带动之后，有一些同学就有点疯狂，就是对，有点太过，有点疯狂，对，然后大家就真的是玩开了。那你身在其中啊，你也是这疯狂的一员，你那时候的心情，从角色里面直接去切入的话，觉得旁边这个人如何？觉得旁边这个人如何？我有麦啊，你干嘛？就是有一种好像我跟他两个人都想要当老大，到底谁要赢的感觉。对。对，但那天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就是那些羽毛飞起来，其实你一就是运动量高了会喘气，然后就吸到一个羽毛就是。哇，所以就是我们会拍到一段，然后我跟雨薇就出去就是呼吸一下，呼吸，然后把鼻子里面、喉咙里面的那些羽毛就是拿掉处理一下，然后再拍。所以，哎，当演员真的很辛苦。结论是在当演员很辛苦，但每一个好看的画面都是得来不易的啊。所以这边在打枕头战，哦，刚才这边。年轻的房东，这一次瑞雪呢是饰演一个年轻的房东，很会撩人的房东。哇，所以你平常都有在练习吗，瑞雪？这些撩歌技术，刚刚那几句台词，台下就已经哇哇叫了耶。对，那你们先猜我是什么星座的？你们都没有做是不是？不是，我是什么都为了你们做。哇，回答我问题就先开撩了哈，什么都为大家做。嗯，大家天热不热啊？渴不渴？渴。你们想喝点什么吗？我想呵护你们。哇！所以平常瑞雪，你在片场也有对李纯练习这些撩人金句吗？有，但他都不给我撩。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吗？他说要留到拍摄的时候，他才有现场即兴反应，所以我就一直烦着雨薇，反正撩到雨薇这边来了。对，他一路追着我到女厕，一直撩。
所以李淳被你撩到的那个反应，你觉得印象深刻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呢？他之前不想先破梗，拿到戏中的时候才要觉得有反应。他就是当场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他现在很冷静，感受不出来他有那么狂热的一面。哦。哎，我最近学会看手相。啊，如何？我帮李淳看一下好了。李淳看一下。看一下。你命里缺点我。哇！你们好，这边的反应不是台下这些男生的反应，跟李淳这边的反应就完全都不太一样哎啊！待会蔡瑞雪，你下台撩他们好，比较有反应。台下就李淳，我看你们俩比较有反应了啊！好，在下台去跟你们互动这些撩人金句之前，还有一个元素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预告当中纸飞机是传递感情好重要的一个元素，你们会不会折纸飞机啊？你们折过吗？我们其实在戏里面有折，但是真的瞬间又忘了怎么折。是瑞雪，你记得怎么折纸飞机吗？我记得，我刚刚做了一下功课。OK， 李淳呢？我是小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然后中间好几年忘了怎么做，是刚刚发现，记住了，然后我现在会试试看，赶快示范。所以每个人的纸飞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特别的巧思，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哦。好，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到属于影片当中的那一种青春、热血、开心。我们今天就一起在大礼堂当中，800位的同学跟现场的主创团队一起来折纸飞机，折。第二个动作。折出了头的部分，折出了三角形。第三个动作，完了吗？然后往下折，好 ，A4 纸一遍一遍喽。第四，继续，好。蔡瑞雪可以偷看一下，可以偷看的没有问题。蔡瑞雪你在第几栋啊？第一栋还是第二栋？我忘记了。可以有跟上吗？有蔡瑞雪 OK， 好，那我们往下一个动作了哦。好，下一个动作。好，这中间有个小三角的部分，把它折起来。好，再来下一动，再将它对折啊，旁边的机翅膀机翼的部分，飞机机机翅膀部分出来了。好，两边。最后的话呢，机体就要成型了。我要开始流汗。哦，李淳，你开始流汗了。你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款式可以飞得更高更远的？蔡瑞雪需要救援的样子，工作人员请去救援一下蔡瑞雪。哎，上雨薇，你好像已经 OK 了哦。好，雨薇厉害。好，李淳是说特别的一个款式，他小时候有学过的。哦，有吗？竹剑可以哈，瑞雪留 OK 了吗？好，那么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个桌子收起来，请他们三位看一下正前方的视线。正前方。来，中间。中间喽，啊，三位一起视线，你们中间。中间哦。来这边。中间第一排的。右手边。看看往后看。好，你们的左手边。头。好，在这边我跟后面的天幕大哥借一个视线跟时间，我知道前排的摄影大哥会需要拍到有脚的部分哦，所以如果前排的摄影大哥有需要站起来补几个画面的话，我们借一点时间跟后面的天幕大哥，我们借一个时间。好，那在平面第一个cut的部分，平面呢？我往后退。往右边一点点，这边点这个字才可以出现。好，好，来麻烦三位视线一致，正中央你们的视线。中间哦。这是你的影子。好，好。没有。好。来这里。中央。三位一起，你们的左手边。三位一起，你们的左手边的视线。然后再来你们的右手边，三位。视线这里，视线这里。三位这边，这边。换房间。来，这边，这边，这边。回过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这个帮忙协助，我们让三位主角有个美美的画面可以拍摄。再来，我们邀请安娜哥和绿达的校长，大家我们有包括有官方的摄影做一个记录之后，即将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飞机发射。好，飞机发射。好，来这边来一张。谢谢。